影片还没有播放之前，记得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嗨，大家好，我是怪手亮。我们今天又来 DIY 什么呢？哦，最近下雨，我后面这一台是我 DIY 的装备哦。我现在把它做一个雨伞啊，刚才去买了一只雨伞啊，这支奥伞啊，打开给看一下。哦，我把它想要把它架在这边，高水哦，高水哦。哦，这么这边要做一个可以插上去的插座椅，这边等一下把它锯掉，这边等一下会把它锯掉啊，锯掉后准备两个水管一个六分的，一个四分的吞了不对吞够这只等一下把它烤一烤羊绒的风箱把它从这边切断，我们要上去，独立，这几块地插了，把这个羊绒架，让这几固定，记这几，这样，你看谁来？看谁来？而且这几固定了呢。固定的，我是这个八个，八个加。啊，即马第一个步骤是先夹一支，一支，安尼甲切掉，放外边。啊，这意面是爱为这先来切掉，这支爱预先掉啊，所以蛋呢。用这个机器来切切切切掉哦，切掉个凹痕。啊，等下热风枪哦，我烘烘的，甲堵了，应该差不多了。甲堵了看卖，嘿，试用看卖哦，来行。来，怎样准备要甲吼，这雨伞只切掉哦，啊，切掉当中，我们这支。我这支就是较早咧刻红咧用咧磨诶，落空诶，啊，即马倒一支这，这支就是咱切诶，啊，咱等下慢慢甲切掉，啊，这个当中，咱个细腻，啊，即马咱切一个只，这所在是直诶，啊，所以可能，咱等下，小可做记就好，咱个小看者差不多，或者整个掉了。好。这个比较，高嘞。这塑胶的，料好料啦。这刀啊边是袂再料起来的，刀啊边是干那料茶，才料这塑胶。都用夹吼，第一项一定解决单调啊吼。第一项就是这个雨伞一定无法度用的吼。啊，即马咱来试这吼，你看有无？即马你拄袂了对无？拄袂了对无？咱即马用迄个热风枪，甲烘了，烘了，甲拄了，甲拄啊到遮，拄啊打。它堵了一个所在，咱用热风枪来烘了。温度加温哦，
不但的旅游时，我们爱去阳光湾的旅游，弄弄就好。啊，尽量卖烧过头。好啦，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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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现在就是这样给煮了，煮了哇，现在这样煮了啦，反正第一项工作一定是 OK 啦，啊煮了才会叫人去倒，一直倒，哦，啊等我拎一束，给。咧洗较紧，吼啊！咱等下咧洗吼，莫洗伤落，因为等下要用一支吼，一支去甲吞落，吼，所以头一只呢嘛，钓的头一只，吼，所以等下才会当阁洗头一支，啊，这边阁一支拄啊好，两支，吼，安尼两支洗落，啊，这就袂过啊，吼，这就袂吐出去啊，因为安尼。涩涩吼，遐长，那风吹伊要飞去，哦，你飞到遮尔长嘛，无啥可能。讲实在是无啥可能。啊，咱共款，哦，继续咱就是第二支、第三支吼。哦，即个放喺桌仔顶无，足歹洗。哦，咱咧遇到恁去物件，桌仔较乱，代表咱咧做工课，足随性。伫桌顶拢全螺丝，我倒一只。落去吼，来再来一支，好，三支拢完成咯。哦，啊，三支完成啊。代表这一定是 OK 的，我来试试，安尼。啊，这好些安尼，装一只，一叠的撑了，安倒一只，安倒一只会放的，一定要收，落雨。安尼都鱼也袂啥样子，哦，安尼嘛无钱个白钓，来真在差，哦，啊，到时咱都看到第几波，倒一只，啊，要抽船时阵，咱都看抽第几竿倒，现在就卖抽啊，看啥呀？嗯，鱼了，啊，这个，鱼，嗯，好。好啊，一支多呢，好，安尼大概应该是无问题啊，大概就是安尼。